迷香最近阿所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慈天必胜公园咱所提供的节目，在咱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3做着播出。咱来感恩啦吼，有你们真好哦，咱的孙阿叔这吼啊，服务团队吼啊，都大家很用功努力完成了一件事啊，就是。咱老海山祖师吼，过圣诞，然后呢吼，咱的这个招财法会已经落幕圆满了吼。哦，咱讲一挂屏东的啦、恒春的啦，虽然这台北的落来，你讲梅香师姐哦，恁这个服务团队吼，亲切，啊，搁大家吼。吐，迄精神足好，啊！你做代志安尼吼，我甲你看起来吼，恁遮学生啦，遮江生啦吼，大家拢足通力合作的哦，真正讲的，江要找恁遮遮，好咱看起来呢，反正都一项代志拢我都安尼，大家安尼团结，一下子就做好了哦，我真足甲恁甘心的来恁遐。学生，你是安怎教吼？我讲人那种主动的做合作的吼，想做什么，应该分配在哪个工作，他们都做得很好。伊讲哇，你这老师安尼轻松啊！我讲嘿啊，因为有这么好的吼团队，有这么好的服务人员，有吼在中心啦吼学生啦，啊加咱内部人员啦吼，包括会计部的啦，大家拢通力合作。把事情做好了，哦啊，所以呢，吼，啊嘛，感谢恁的赞叹，啊，甲感谢恁的娱乐啦，吼，啊，学生是真正讲的，大家拢足合作的，啊，足唔惊辛苦的，那工作做工课拢冲头前的，然后，这是我上甘心的所在，然后，啊嘛，感恩讲为这呢远来参加咱家道亲，然后，安尼来欢喜，回去平安。哦，阿哥卡一下电话，讲我到位啊！哇，今天参加的很快乐，啊，唱迄个财神的歌，我唔捌听过，哇，听得足好听呢！哦，真的很感恩啦吼。那个道经团很棒，吼、哦，也在讲吼，合作无间啦吼。啊！在唱这个财神吼，啊，大家呢，底下在默苦心的时阵吼，安尼，和大家安尼心情愉悦啦吼，啊，就很欢喜，就终于高高兴兴的、团团结结的把法会做好了吼。来，今天呢，咱来安排一堆哦圣歌啦吼，要将呢道亲呢作为来欣赏啦吼，因为咱这堆足久唔捌听过，啊是好听啊。是哦，咱讲我嘛袂记哩啊，然后啊，咱听看麦，然后。红达嘞，杜达嘞，杜嘞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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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尘尘。在诵念般若波罗蜜多，普陀罗伽悄悄升起，无边虚空无边的静穆，金沙卷起圣洁的花朵，自在诵念般若波罗蜜多。
波罗蜜多，轻轻摇曳心灯的烛光，守护庄严慈悲纯净的芬芳。能填满上空的星座，百千轮回参透因果，烦恼忧愁自消退，满心欢喜共迎晨月。能填满上空的星座，无挂无碍无空无色，大千世界三千不过一粒尘埃。大力不大力都来说话，金沙卷起圣洁的花朵，自在思念般若波罗蜜多，轻轻摇曳心灯的烛光，守护庄严慈悲纯净的芬芳。满天门上空的星座，百千轮回参透因果，烦恼忧愁自消退，满心欢喜空灵禅悦。南天门上空的星座，无挂无碍无空无色，大千世界三千不过一粒。很好听哦，没白听哦，哎，啊那记记着以后就会去把它点一下哦，所以有时呢哦，好听的歌隐藏在里面，真的没有听过，有听过了你会有感想哦，啊，真的，咱讲感恩的代志讲未完，咱今仔要来讲，咱人呢，来到这个世间哦，为什么咱人会来世间？好、哦，啊，即咱就是爱先去啊了解啥，先去啊了解宇宙能量的奥妙。咱拢是咱人呢哦，你啊看，都人安尼问啊，想家啊，还是想家能？这个很难答。想家母，还是想家公？啊，这个也很难回答。好、哦，啊，能较大声，还是家啊较大声？啊，当然啦、啊，咱那安尼想，咱应该是家较大声嘛，因家。才会生鸡卵，一定有鸡公到鸡母，吼、哦，伊才会拍种，伊才会成形嘛，吼、哦。啊，无咱就是讲食鸡卵，食母形的，母形的，就是内底无，人讲无鸡公甲鸡母带做伙，伊就袂生鸡仔囝，吼、哦。啊，咱人嘛同款，啊，咱人生无缘无故，哪会走来世间？吼、哦，啊，无缘无故是安怎来的？吼、哦，啊，他也无缘无故，哦，我们来这个人世间一辈子一世人，到底我们要遭遇多少美好的事，遭遇多少伤心的事，遭遇多少痛苦的事，对不？所以呢，吼、哦，咱来一项一项去个了解啦，吼、哦，咱先去个了解讲宇宙之奥妙，你要找到你清净的自我。你才袂感觉讲，咱来世间是有价值啦，无价值啊？为什么咱要来世间红魔？为什么来世间痛苦？为什么世间有悲苦？为什么世间有死亡？所以讲，很多人都知道宇宙真的很奥妙啊！什么是宇宙呢？吼、哦，还是说我们要说到别人的心境，是你吼、哦、心里面的一些城市。好、哦，你也家己知影，啊，是你对世间的知见，你已经打开了，你才会想要去创啥？
你真系想要去了解呀、啊？啊，无你就戆戆啊做人就好啊，咱慢慢甲研究遐济。所以讲吼，伫你的心肝底来对方程式来对，哎、欸，忽然间触动了，我想要知道我从哪里来，回要回哪里去，所以你就开始研究啊。看经册啦，吼研究这宇宙的奥妙啦，要了解宇宙是啥物啦，吼啊，我们就已经有那一种知见想要打开了，吼，已经超越世间的知见以及六道了，吼，你想看宇宙的奥妙，所以讲你先知影讲，哎呦，日头啦，吼，日头、月亮、星球，吼，你要用什么去形容呢？吼。这没有什么玄妙，这跟人世间的地球啦，跟我们说的天啦，所看到的山河大地啦，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有的人说到不可思议，那就是说玄的、妙的、很妙、很之又很。吼、哦，这就是在讲到啊，仙人啦、啊。那咱咧讲仙人。因为当讲啊，来去自如，咻一下就去登天顶，咻一下又落来人间。但是我们人不可以啊！你想要跳高一点，摔下来会很重啊！哦，爬得越高，摔得越重。但是我们有人有这个受身，有这个哦，这个色心来对，你都是一定有胆量啊！这个胆量来对，既然这个色心呢，哦，这个五行心中啦，哦啊，这个五行啦，哦，那是有多少？各一方面较无好，像咱咧讲，有个人金木水火土，啊是木火土金水，吼、哦，拢就是讲到咱五行的物件。那五行呢，一项心中然后缺点，你穿开就穿不去啊。啊，这样，吼、哦，这个心脏就是一个源头动力，它不动了，人就没办法了，吼、哦。但是呢，那个水路那未通呢，有只有两粒，其中然后一粒小块萎缩。诶，到尾就是安怎？到尾油脂本身呢，吼排尿系统都无好，排毒系统也无好，到尾伊萎缩掉了，都爱去洗油脂啊。所以咱的五行代表咱的五脏六腑啦，啊，咱的五条跟咱的身躯是一致的哦，一致的。吼、哦，既然吼、哦、天地有五行，咱人的肉身也有五行。吼、哦。啊、每一个五行拢有重心，重复一定有重心，吼、哦、啊！所以讲，咱若伤伫个木，那肝就一定无好；伤伫个水，那就一定是腰子无好；伤伫个吼，咱讲啊，这个行里这个火，那当然啦，吼、哦，咱会知影讲金木水火土的循环对我们的身体有多重要，这跟宇宙是差不多的啊！所以我们所看到山河大地是，吼、哦。有看到了、哦、就是我们会讲说哇，咱去山顶看到的山有够水啊吼、哦！啊，迄个是啊喏，巧得天工，它是人去创造呢。你敢捌看过山是人去甲贴的？咱人去甲贴一座山，迄绝对未自然呐、啊。吼、哦、啊，叠叠山，迄、那个山呢，一叠一个山门在叠一个山门，一个山门在叠一个山门，它就有灵气呀、啊，就有人会去这个很高的地方去盖庙。好、哦，去供奉神佛。好、哦，像昆仑山高不高？4000多呢，海拔4000多。老君山高不高？很高。好、哦，但是因这叠叠的山门顶管，为什么人甘愿吼？安尼摸石头、摸砖啊，豆豆啊摸，也无电梯啊。哦，啊无流浪，啊无讲吼用吊车，拢无用人工的哦。人又都有法度伫迄个尖尖尖的所在去啊，起一间庙伫啊。巧得天工，人类真的是太棒了。现在讲太棒，伊唔惊艰苦，连较早真细用咧做灯绳，人个灯绳都有法度做甲安尼，甲芝麻流传偌久啊！哦，咱芝麻去爬灯绳时阵，你会赞叹无？你会赞叹？但是有人偌济牺牲生命底下，老血老肝底下无有？全人有人牺牲了，后面我才看到浩瀚的，吼、哦，人讲宇宙有形的，就是人间所有这造作、甲创作、甲这山海，这所有一切，拢是由咱人类，吼、哦，你要怎么去把它创造？像今麦你要去游览，吼、
这真的真真简单呢。吼、哦，这个地铁吼、哦，用上紧的部分，所以呢，吼、哦，有一条路有法度通过啊，通过来的这个国家，吼、哦、啊，通过来的国家，只要你走上这一条路，你就能够经过好几个国家。你看，几万公里呀、啊。是几万几万的公几万公里啊！吼、哦，会将吼、哦、穿越多少？吼、哦、啊，咱讲别个国度的国家，这就是叫人的奥宇宙奥妙，无唔对。咱人的头壳阁愈奥妙，咱人会晓发明物件，咱人会晓去创造环境。所以讲，宇宙奥妙是人已经三在其中加入的伫内底。咱即马咧创造山，吼、哦，要予人去游览佚佗，吼、哦，啊，惊讲老大人，吼、哦，会无方便。你啊看，连电梯、流浪，包括迄个，互你为顶悬看落去甲下面，吼、哦，用一种，吼、哦，那玻璃安尼，啊，你行，吼、哦，你走在那上面可以看到那个万丈深渊，看不清楚那里面到底有多深呐、啊。你走在那里，有胆的人生甲足欢喜，无胆的人惊甲用白啦，惊袂过。所以宇宙你要用什么 去形容、哦、没有看到的天、哦、它就是在我们灵性超越到一个程度成为仙的时候、哦、我们讲说、哦、十三天仙为三十六天、哦啊、这个三十三天、哦、这个天、哦、到底有多高 它的宇宙、哦、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显现，它是在跟你说一个定位，讲恁若要去看仙境，看迄个唔是世间，咱世间看到就已经讲哦，那仙境咧吼。但是世间看到的仙境也无够奥妙，你若想要去看天顶的仙境，都是天都是天的仙境，你必须要你的心啊、哦，要超越凡夫的境界，亦不是做一般的凡人的话，你就是慢慢慢慢慢慢的修行。哦、所以说咱说宇宙奥妙跟人是结合在一起、哦、是你的心境修为有达到的那个地方，你才能够达才能够达到一点你醒悟，你就会通达。所以说有人说到不可思议 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其实这些在你的心里已经清清楚楚啊。所以说、哦、天地人啊伊是一个境界，所以讲吼，咱奥妙奥妙伫对，心境修为有达到遐，那这个奥妙，吼，甲这个妙，吼，也是讲显，你应该也可以啦吼。咱讲触摸不到，上无你的心境嘛，有法度感受到，所以能够跟宇宙奥妙结合一体，虽然以结为一体，就是你的心念头，甲你的做法。你还有个肉身，因为有这个肉身，你不能去止这个肉身，所以说因为咱的灵已经有法度去体会到这点，但是咱还有一个无法度断掉的这个肉身，所以说你不要去执着这些，就是在说你的层次已经超越六道想法了，但是我们不要去迷信执着这些。哦、这些只是用意会而已，咱讲只能意会，哦，干那当用意会而已啦，哦，啊，咱人卡打伫这地球村，还是要做人的本分啦，吼、哦，你不可以随便，哦，啊，别人说这个说那个，因为这样你会去怎样，哦，啊，你就是规工呢飘飘然啦、啊，想要去，好、哦、去仙境游览，那是不可能哦，人卡打是地，人就是人，啊，就算你说的是真的。还是会去，好、哦、让人家觉得说，讲了伤含，啊，其实不是含，是你境界无够遐。所以我会定吼，甲咱只道亲讲，你有时啊吼，人阿咧讲多一部分，吼、哦，是你阿未修到遐，你唔当讲讲人讲诶，吼、哦，是虚伪骗人诶，吼、哦，其实你的境界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你不能说人家是假的，吼、哦，啊，这就是咧讲，不可以随便吼、哦、评判，然、哦、后嗯。每一个人伊的感受无同款啦吼，咱看到啊吼，本来每一个人吼，那聚焦心静落来，自然看会到的，这就是具足嘛。你具足了，吼啊，所以讲，
你聚焦到这个神经，你聚焦到你这个灵性的提升，当然啦，你看得到，人别人看不到。你讲真呢，别人跟你讲假，那这咱唔免跟人修正，真的是真，真已经是真。好、哦，没有看到的说假，那就是因为他还没有提升到那个程度，所以他不愿意相信。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啊，哈，因为他没看到，他没真实证实到，所以他一定给他推翻嘛，那是一定的哈。所以说如果修行人咱别跟人修正，你的境界到多少你就能悟到多少了，就是说、啊、看得到跟看不到都没关系，咱本本分分做人，踏踏实实这样做就好。就像老母娘说的，说他不希望孩子很翘起，翘到干翘那部分，翘到只要为名利款式赚大钱这部分，他要爱是爱你纯真的本性，爱你纯真的本性，你的本源没有遗弃，还留有你要回家的资粮，没把你要回本位的这个原因呢，你如果把它毁掉去，他是不希望这样，最不要把它留，留一个弟弟，他如果有一天机会到了，咱不知道有法说真实去看到仙境，他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没影，不要说跟人相争，这就是说真的还是假的，你要了解宇宙的奥妙，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敢就一定要去跟人相争吗？不用。那母娘只要把你这些孩子的心境平稳下来，达到心无杂念的清净心，母娘跟他要求安尼尔，要求这个囡仔，唔通叫你卖在这个世间的家中家，甲你的真中真放袂起哩，甲一直扭你的家中家来损害到你家己，这个啥灵性，败害到你家己的灵根精气，伊干那烦恼这项尔。你若讲有甲保留这个原真，无甲毁掉的，你拢有机会。这世人无机会，来生也有机会啦吼。人讲母牛金线正灵动啦，吼，伊个金线已经落来，咱若去接到伊个金线的接引，咱就好好啊。吼，这个大自然吼，咱讲自然吼，甲宇宙就是。跟我们的心境，你今天很欢喜啊，你就看到天，上面的云彩很漂亮，什么你看到的都很满意，都很漂亮。你心境不好的时候，心情不 OK 的时候，你又看到什么，你也感觉懊恼，你也感觉抓狂生气。所以人说宇宙的奥妙跟你的心是连接在一起，你要奥妙，多奥妙，你的心境提升到多奥妙，它就有奥妙给你看。好、哦，这就是在讲，咱是爱家己自我，刻意的要去反省了哈、刻意要去反，刚看反而看不到，你都不要去想那么多，就是说大自然说到我们里面的心呐、心的宇宙，大自然就是我们内心的宇宙，也就是说我们眼睛看到的宇宙，跟我们心里面的宇宙绝对是一样的。所以咱讲吼，修真啦吼，还是讲修行的方法啦吼，咱爱也去了解啥？了解三界有三界的理啊，三界有三界的理无？有，绝对有啦吼。
这个哦，真好听的哦。母娘，那母娘呢？每一句的诗文呐，吼，伊拢是咧劝化，我们要懂得哈珍惜呀，吼啊，无论是世间呐，吼，还是人间事啊，吼，他都希望呐，吼啊，咱讲达到经济，拢是清明呐，吼啊，来，和咱做的，唔是。要做唔对的，要做对的工课，吼、哦，咱才袂浪费时间啦吼。啊，有的呢吼，很喜欢啦吼，啊，去吼、哦、大的道场，吼、哦、啊，大的道场当然有大的道场的功能啦吼。啊，小的宫庙也有小的宫庙的功能。咱我伫安尼讲啊，啊，你唔通讲吼，哎呦，我今日咧讲修经呢，我咧讲一法一觉，拢总是咧做代志。今日有一个囡仔惊到，啊！你讲啊，我会讲细细经，我都拢在讲修经呢。安尼，你嘛是咧做上天的工课，吼、哦！咱咧讲大经学校，就是咧教大学的，教吼、哦，咱讲博士的，吼、哦，教硕士的，然后当然都学府嘛，叫做学府，吼、哦，大学的学府，高中、初中，吼、哦、啊，国民学校。这拢同款呐，伊拢是咧求进步，啊，恁讲讲细讲，但是有功能啊，上无，伊嘛做着小小幼苗，一只工课，扶持着只个囡仔，吼、哦，恁讲关煞有诶无诶，只你拢会晓甲收，会晓甲处理，啊，只个囡仔好好啊平安大汉，这就是咧顾咱世间诶小幼苗，顾一个家庭诶囡仔平安，吼、哦，啊，咱囡仔大汉就是国家诶栋梁。吼、哦，国家的栋梁都是伊的生产嘛，咱国家甲咱扣税，吼、哦，人民爱纳税金也是一定的。啊，但是国家伊甲咱守护好好，咱出门啦，摕着咱家己的国家的这个 passport， 你去到外国的时阵，你嘛感觉讲，身在台湾，你也觉得，哦，我真的是生在好地方，蓬莱仙岛嘛，吼、哦。所以讲，咱这个国家，咱家己本身嘛是爱啥，嘛是爱。大家团结啦吼，未使讲你想一款，我想一款。其实没有国，哪有家？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啊，这个家就是从小幼苗开始，小朋友你好好教，好好教，伊就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后摆做国家的官员，做立法委员，做县长，做啥物，拢嘛是咱囡仔细汉饲起来啊。吼，啊，咱讲咱强势强，但是咱会当有功能。吼、哦，做这工作，这拢是咧为上天，哦，为这囡仔，吼、哦，来效劳服务的，工不一定爱大，道场嘛不一定爱大，愈大责任就愈重啦吼、哦。所以咧，梅香也感恩咱的孙亚叔姐啦，慈天必生公是一个真卡庙，吼、哦，但是咱这间工，咱这间道场，吼、哦、是垮啦吼、哦，但是希望咧，咱母娘甲咱教，最主要的是啥，团结一致，吼、哦，培养好英才。所以咱常讲名师可奉，高徒难找啦。吼、哦，老师世界单全省拢总有啦。但是我咪讲一句话啊，讲地狱乌噜噜串关关老师，为什么？因为这老师呢，那较夸大，吼、哦、讲的话，吼、哦、也、啊、是派出的工课，拢惊天动地吼、哦。啊到底对啊唔对？无人敢证明的这种的。所以讲吼。哦名师一世界，大家拢清师啦吼，拢大家拢在吼，家己咧开设家己的这个法门吼、哦，啊，清师做主的嘛足济啦吼、哦，但是无一定啦吼、哦，所以咱听讲地甲乌噜噜串关关老师啊吼，迄、哦、老师吼、哦、入去地也是林家碧的吼，反正细碗也袂少啦吼、哦，所以咱就是爱讲
把咱家己的脚步准则标准，吼、哦，就是母牛交代啥，咱做啥，吼、哦，安尼就好，吼、哦、啊，平常用平常的心去换一根姜，吼、哦，啊，那是讲啊，都学生伊的这个量产都真好，吼、哦，啊，伊的组织都真好，吼、哦，人伊修到一个程度，伊会跳级无矮啊，吼、哦。这个我们都要祝福他啦，都要祝福他。所以讲吼，名师可奉，高度难吹。但是高度那真正吹到，吼，迄就是以后，就是咱讲道场，吼，一栋梁，嘛是母牛，啊，即，吼，咱讲即天命之术要交代落去，吼，即就是咱讲头一辈，吼，交第二辈，第一批到第二批，第二批到第三批，吼、哦，这绝对是吼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去交接啦，吼、哦，绝对也是会去交接啦。那有人吼，底下咧问，梅香师姐，咱底下咧讲迄个三界啊，其实三界吼、哦，咱有时咱讲啊，三界上简单呐、啊，哎，敢不是拢咧讲欲界、受界、无受界吗？这是一个名词啦。欲界、色界、无色界，吼、哦，这个叫三界嘛，吼、哦。但是你要去了解这三界内底是迄种啦，咱三界内底伊是要教咱啥，这较要紧。啊，无咱干那知影讲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嘛是一个名词，吼、哦，一个名词。咱所指的拢是咧指啥？咧指咱内心的一种心境的境界啦，吼、哦。他没有所谓的超越到哪里去，是指什么样的心境才叫做境界。所以人家讲，你要名利，三界嘛是有伊的利啊。吼、哦，咱有时阵咱即马开始咧，吼、哦，共修也好，修行也好，吼、哦，啊一寡吼、哦，头一界转来，吼、哦，结缘的道亲嘛好。咱每一个人无遐尼简单讲吼，安尼超越就超越到无色界，吼、哦，没有那么。简单啦、啊，无色界之后要做什么？如果讲我欲界嘛超过啊，吼啊我色界嘛练啊，吼欲界色界我拢练过啊，吼我嘛感觉我有够超越啦，无色界我嘛超越啦。如果无色界之后，那我还要做什么呢？吼、哦，你所谈的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指三界内。如果超越这那，吼、哦、超越这些，吼、哦、就是指三界外。那现在你谈的是三界内还是三界外？好、哦，三界外，三界外是指什么？是跟五，吼、哦，咱等下讲五蕴六尘啦，吼、哦，然后五蕴六尘，好、哦，跟宇宙所有的磁场，好、哦，加一个人的心性一个合不 A， 一般人所说的就是天地人的结合，意思就是说你的头壳已经，哦，智慧开啊。大开智慧啊！吼、哦，你一只吼五欲六尘，吼、哦，即所有色界，吼、哦，也是无色界、欲界，即内底面的理论，你参透啊！即物件是看未到的，是来讲欲界、色界、无色界，你参透，你敢会当提升这段作用？我啊，即我参透，我欲界参透，我提予你看；色界参透，我提予你看；无色界参透，我提予你看。无呢，这种的是伫你的心内底境界，你没办法拿给人家看了。成绩单嘛，无都提予看，只是伫你一个人的修学当中，伫你的面相跟你的讲话，在你的吼、哦、啊质里面，咱人的质。人人讲气质、气质、道质、道质呢？你迄个气质甲道的，吼、哦，人讲道，吼、哦、道貌，吼、哦，迄个形，人看有呢，吼、哦，你超越甲啥物程度？人伫你的色心肉体的改变，甲你的言论的改变、思想观的改变、做代志的改变，甲互人看起来迄个外形的气质的改变，这就是证明啊啦。这是证明说你已经把、哦、五欲六尘撇开了，名利关系也撇开了、哦、现在已经把、哦、你的欲界、色界、无色界你参透了、哦、这就指在三界，这个外来你都总清了，这些东西都没有人看得见，只有你的心境最清楚。在你的举手投足的时候，你在讲的每一句话，真正会体现到你
真正有没有达到这个境界，那是内心的事情，好，也是人，好，这是一个，咱不可以说只每天都在念，这是一个名词，好，这些所指的是在说内心是一种境界，心境而已，好，没有所谓的超越，超越你超越到什么地方，那不是说因为你有法度这些你都从十八界都跳得开啊，那你会飞啊吗？也不飞啊，书更加厚更加自卑，也是要用走路的，好，结果出门有差坐车啊，该走路嘛，爱走路呢。伊嘛袂因为安尼会背啦，好、哦，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好、哦，这种就是一个理啦，好、哦，这是一个理，好、哦，所以有时咧吼，咱要达到什么界，什么界拢无要紧，只要你的心有定力，有定力，这是上重要吼。好、哦，讲话你很圆融的，好、哦，涵养的。恭维圆融、哦啊、做事、哦、很圆融、啊、讲话也 很有涵养、哦、这样呢这就可以解释你有收到那里没收到那里人家看就看有了、哦、所以呢我们上面呢、哦、讲的什么世界什么世界、哦、这都是一个境界只是在指一种心境但是我们不能把它拿来做幻想也不能拿来做幻想当眼睛闭上的可以这个、哦、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哦、眼睛闭上了你会看到山河大地你有去过的都有印象嘛、哦、你那种你就可以去观想那种情形、哦、观想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因为我们有去过所以有印象嘛、哦、我们有做过的事情有印象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说因果上歹挂下是因为那个因哦，伫咱的心识内底，会产生到一挂回应，好、哦，所以有的人落土都开始搞病痛，好、哦，也许他在前世累世有一些好、哦、业力的牵扯，所以这些人就是用病要甲你处罚，好、哦、啊，用病要甲你处罚，啊，你就定定都咧看医生，定定都咧开刀，好、哦，这就是吼，甲咱的杀业，吼、哦，甲咱过去的因果也无关系，好、哦。啊，这个嘴呢，真爱讲一挂无实在的话，有时候啦，也有很多问题。这东西吼，咱人呢看未到的物件，就是因，好、哦、啊，拄到啊，迄就是叫做果，因为因果，好、哦，所以咱人吼，我感觉来吃香喝辣，但是因果这两个字我不相信，有话啦吼、哦，那有一天。你会遇到不可思议的事，医生给你医医未，医无都给医也好，先来讲，这是你因果本来就是你要接受的，这些痛苦是你有头前的欢喜，都有后边的悲哀，这就是一个因跟果。啊，你如果不会去参透这个因果，哦，就是咱讲所有的，会这教你。因果绝对是袂当，和你讲哦，用什么款的人情哦，啊去甲背后开的啦。因果是爱用你的心，甲你的改变，甲你去忏悔，吼、哦。啊，咱那是先话讲，佛教在放眼看道教嘛，是咧做超度祖先、超度因果、超度是一种让你有机会，吼、哦、去做。然后让你有机会去忏悔，用真心真诚的忏悔，是乎你一个媒介，吼、哦、入，哦，咱讲入这个功德法坛，你有这个忏悔的心，对世大人，吼、哦，过去世大人，是咱的恩情还未报答，咱六亲眷属，咱有这个有这段，那咱也要报恩。那就叫孝书报恩，是要让你拿这三张香做孝书报恩，然后换你的囡仔也会看我，会啊，哦，你也较招啊，讲我今日囡吼，啊，咱也要做法会哦，啊，今嘛要来慈仁毗尊宫，咱来功德坛遐，吼、哦，啊，都阿公阿妈都拢无啊，较早阿公阿妈喊你孝哩，啊，咱爱来遐甲阿公阿妈做功德，好、哦、阿公阿妈通我听经，吼、哦，好去修行去做善，吼、哦。安尼，你甲这囡仔讲，这囡仔对啊，连讲你家老，恁这囡仔嘛，赶快来安尼对。做这个功德法会是一种，甲咱牵一条正路、甲好的路、孝思报恩的路、甲知影忏悔的路。你有安尼心，
你唔才有真正，吼、哦，真正去做着做着回向。要那无呢？吼、哦，咱甘愿伫遐钱摕来百货公司买水来穿，啊来食食足好诶。但是咱无相信因果这两字。世界所有的宗教咧讲啊，就是因果不灭啦，因果不灭，因果若要会当调解，就是你的心啦，用你的心啊，甲用你，吼、哦，咱若要对世大人是一种孝心嘛，一种孝心的孝书的报恩，啊，若对因果呢，是一种你真道，你知道，哦，过去是如果是我有做错，我今生一定忏悔。哦、我这世人要了完，要甲因，我定讲，若要报恩，咱就加报挂。吼、哦，啊，若因果要做，咱就加做挂。做甲拢无因无果，咱免待业往生。安尼呢，咱再别讲吼，前世因未了完，后世果个求则大求啦。安尼咱后世人过来出世，你想，咁要好康诶，嘛无啦。吼、哦，这就是咧讲，想那心性要做这种代志，超度诶代志，是要开一条路。互恁知影报恩，知影好做这因果了缘的代志，这就是一种吼、哦、教咱吼、哦。啊，你用嘴讲，啊，就是爱互咱做。啊，这个功德力的回向，吼、哦，这就是要互你参与的那一种有参与感，你才知道你今天在做什么事啊？你讲是不是？吼、哦，啊，咱人讲啊，咱人来感冒，啊，感冒来互医生看，医生开药互你吃，吃一包袂好呢。吼、哦，嘛只爱食两三包啊，吼、哦，啊，若有较好，咱甲过去看第二届，那你食，食食较会保养。所以咱定讲做因果，了因果，做功德，唔是做一届，啊，咱我就好啊，我有做啊，一届就好啊，不一定安尼呢。药啊，无咧食一包就好诶，吼、哦，无咧医生也讲一包药啊，甲你开落，你感冒就好；一包药啊，互你食落，你百病拢好，无迄个代志。因果也是一样，好、哦、是延续性的你因果做，上无你嘛要甲做几遍啊？迄就是了愿嘛，吼、哦！啊，个一人你甲当作做功德事，为虾米？因为一根姜，一座春秋两季，唔是无原因呢。最主要的是啥？就是或者无形法界，无主孤魂为国捐躯种树，这种诶，最主要，互咱呢，咱来参加，嘛是等于的，甲这发挥增加光彩，吼、哦！个一人就是讲。这法会需要很多人才叫法会，啊，这个法会是殊胜的法会，嘛是功德的法会。你有参与，咱的祖先得得到，观音接触得得到，地基树得得到。但是遐无形法界，伊会当照着咱大家来参加功德法会的功德，来听经闻法，受到三皈依，好好有一个所在，好通好因尽的好好来修行入门。吼、哦，啊，咱像咱这届，吼、哦，咱讲瘟疫啦，吼、哦，也死了好几千人啦，吼、哦，万人以上啦，吼、哦，啊，大家嘛知影讲二十四点钟的话，啊，变成讲吼、哦，广告啥物拢无做，所以咱这届有参一定爱做个足功夫诶，吼、哦，啊，这个烟供药供也是要做得很盛大，吼、哦，啊，就是要安慰这灵性，啊，咱这所有的有有助吼、哦、来参加功德法会，等于就是讲。吼、哦，和咱的这个法会，吼、哦，有这多人来参加，嘛，才有机会去做愈大啦，吼、哦。啊，所以你讲吼，这个就是新的关系啦，吼、哦，新的三关系。所以没啥来讲，咱的心境，吼、哦，咱今日咧做功德法事的心境，藏伫这内底，这就是做一个人的慈悲心的境界。咱只心境啦，吼、哦，唔是讲所有一切是幻象，它只是要让你知道，说做一切我们本身都有爱心的具足、慈悲的具足心呐、啊，把心定下来，你就会自然而然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磁场现在这么好，家庭这么美满，该改变的都有改变，一切事物都能够这样子，就是你的转变，也就是什么，那不是很哦，我们是说哦，心足兴的，不是安尼，是你实实在在有在做，那个功德力。已经在你的家里面，那一道光已经在运转了，和谐就会慢慢的，好、哦，所有一切事都由心而起，好、哦，要解一切事，要解一挂一切代志，也是由你的心念，真正有诚心，真正有做，好、哦，这个功德力才有大啦，啊，所以人讲吼，护持慈悲必生功德大德，
吼，即系师兄师姐啦吼，啊，足感恩嘅啦吼，美兰吼，美兰吼，阮即算讲堂姐妹啦吼，要讲起吼，吼，迄真姻缘真正是有够深吼，啊因啊，即、這个好惊晒啦吼，啊真正，啊恁即个要做即、這个吼，啊恁讲布道吼，咱好即个吼，咱嘅。无障碍空间啦吼，做无障碍空间吼啊，提哦，咱讲提来赞助啦吼，提来赞助吼啊，提赞助，这嘛是伊辛苦赚的钱了吼，伊咧卖地米辛苦赚的钱吼，伊提来赞助咱做这个无障碍空间吼，互大家方便，这也是一种慈悲啊吼啊，有赚钱吼，啊来分享吼，啊来做好事。而且大家无障碍空间，老大人嘛，会使无方便的人拢会使用到的。这个无障碍空间，好，所以我非常感恩，然后阿妈感恩他的发心，然后谢谢了哈。来，今嘛来感谢咱的道亲，然后啊，甲咱的母娘慈悲啦，稳定加持普照了哈。来慈天必生功，然后啊，咱的香品油品，然后加咱这届今嘛哦十二个，这个招财发挥已经功德圆满啦。
今麦的7月2、2、2、3、2、4这三天，哦，啊，咱18、19这两天都是做天呢，甲咱阿摩尼牛祝寿，哦，甲咱地官，哦，啊，地官大帝，哦，7月半，哦，甲地官大帝祝寿，然后，啊，咱骊山老母祝寿，过来就是，哦，咱的哦，阿摩尼牛祝寿，西王母牛祝寿，然后，啊，咱祝寿科，哦，是做一早起。过来就是做天的，天的就是所有的吼，该上的吼，这经拢爱累积天还天的吼，啊地还地吼，咱讲领天办地做的工课，就是地做还地的工课，就是咧讲做超多超正吼，包括无主高分，包括为国捐躯三军将士吼，包括。即所有诶无形法界灵性，那讲到母娘要做发挥，吼、哦，咱啊蹦出蹦安灵诶时阵吼，都足侪来报道啊。为虾米？啊，母娘上疼囝，吼、哦，要讲者母娘就上疼灵啊囝。即灵啊囝虽然是无肉体，伊是即马成为灵魂呐，嘛是还过来要等来依我母娘。感觉五秒嘛是拢爱去吼，啊，拢爱去安达，或者灵有机会吼、哦、超越。唔免阁沉沦，嘛唔免讲哦，阁伫个绿道一直咧轮啊。那这是母娘疼惜，这灵啊囝。啊，咱即卖呢吼，啊，这个法会开始陆陆续续哦，有足侪人咧报名吼。啊，咱若报名就是用咱的传真机报名，是讲咱有收到咱迄张报名表，甲投稿咧，伊那爱甲递递咧。啊，咱去邮局甲寄过来就好啊。爱递手印啊，公妈一定爱递两个手印，一个就是阿库的，吼、哦、阿库银的。哦，啊，所以讲，哎，那只要你是做历代祖先公妈，还是要做这个吼，啊，能讲初灵的肉体下步的，吼、哦，只爱当啊要做的，这你拢一定拢爱有两个手印，就是一个就是爱阿靠人，一个就是咱吼爱对手印，什么人做的，吼、哦，多一个吼后生做，后生查某囡仔做这功德，吼、哦，拢爱对手印，就是咧讲阿靠嘛爱，吼、哦，啊，地基主，那地基主咱就一个。哦，一个手印，哦，完成这组就咱家伊个修欠，所以嘛是一个手印，哦，所以伫遮甲恁讲一个吼，只要讲咱老伫做，哦，要做这功德发挥，只要是公妈，咱就是爱带两个手印，哦，啊，咱若有看到这个单内底面吼，你要交啥交啥，哦，啊，内底报恩人啊，甲写一个手印，真好甲带到边啊，哦，安尼啊去邮局甲寄过来就好啊。我讲用传真机也使无，唔是袂使，因为传真机传过来变手印吼，变乌乌，较无好看啦吼，较无好看。所以咱就去，咱若讲写写好，啊去邮局寄，等下连手印拢寄过来，咱就会使。啊，咱若是吼，有需要梅香吼服务的，吼无论是梅香讲过的物件，好用的物件，你感觉食了袂歹的物件，还是咧抹足好的，就是。哦，咱讲火焰霜，火焰霜真正这个热天吼，足侪人熬咯。吼、哦，啊，滴价拢十，拢是两组三组，因为三罐500块尔。啊，即马来价香就先煞落来，真正蚊虫加掉也好，虫掉也好，吼、哦、啊，是讲咱平常时啊，吼、哦、有一挂奇奇怪怪蚊虫加掉，吼、哦、啊，是讲咱有咧抹，还是有只骨咧生抽，你拢甲抹火焰霜很好用。吼、哦，啊，那要食健步灵，吼、哦、啊，是要食牛樟芝。干的也好，食的也好，三高宝，吼、啊，阿是啊，观世力啊，印加果油，吼、啊，这都是好东西啦，吼、啊，啊，咱呢简单的介绍对过就好啊，吼、啊，那今日是礼拜一啦，吼、啊，那梅香呢也感恩啦，吼、啊，咱的孙兄师姐对咱的节目支持啦，吼、啊，阿妈感恩吼，啊，咱这工作人员的辛苦啦，吼、啊，阿家这学生啦，吼、啊，阿这吼同道吼。啊，邓哎吼，布置会场，吼、哦，头停到尾，真的会让我很感动了。有你们真好了吼、哦，真的、啊、真的非常感恩。那明仔呢？哦，这个太上道祖主讲的这个来修中论吼、哦，咱明天就由这一篇开始讲，吼、哦，因为有人听了真正有介意，吼、哦，一直甲梅香讲，梅香说者阿伯，你这搞要做册，我唔免呢。这唔免做册啦，这都灵感吼啊！那大鱼师兄若有时间吼，伊就看吼、哦，就像易经安尼吼啊，一段、两段、三段，甲加做一下安尼，好啊！大家若认真听，其实认真听拢听有啦，因为每项拢有解说过，
吼，啊嘛较浅，吼，较无遐深，吼，啊那切切应该吼，啊，咱的这个礼作的来修篇，道作的哦，我嘛礼作的外修篇，道作的来修篇，吼，这应该那是买买切应该冇得买啦，吼，啊，所以讲以后咱那是有买个印红道印经会的时阵，好，再过来研究白板啦，吼。再来研究白板的时阵，吼，啊，再来印啦，吼，啊，这是有一挂道亲听了真发喜啦，吼，啊，听了嘛，真有感受啦，吼，所以讲，哎，感恩啦，吼，咱红道印经会，不论你要捐一千也好，五百也好，三千也好，两千也好，红道印经会印出来经，就是要跟人结缘的，吼，啊，所以讲吼，大家用印经来做功德嘛，真好啦。啊，平常时也有发心，吼、哦，来甲这低收入户的，然后啊，这清寒奖助学金，然、哦、后来做功德也是很好了，吼、哦。来，今日时间到，吼、哦，咱节目讲到这，祝大家健康平安呢，再见，拜拜。